肖战作为2023中国十大新青年之一，不仅在演技上追求卓越，更在敬业和温暖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在接受智足专访时，肖战坦言自己很少参加综艺节目，原因是不适应。尽管这并非节目组的强制要求，但他总是不自觉地去照顾每个人的感受，这在拍摄过程中让他感到疲惫不堪。这种天性使然也让人更加敬佩他的敬业精神。目前肖战正在拍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为了剧情需要，他需要增重，即使只是为了一张杂志封面的拍摄，他也会提前安排时间去跑步，以求达到最佳状态。这种对工作的敬重和对自己的高要求，让人不禁感叹，这才是真正的艺人。肖战用他的敬业和温暖展示了一个艺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，他的行为值得我们一直支持和鼓励。无论是在演技上的追求，还是在工作态度上的坚持，肖战都展现了一个真正的艺人应有的品质，让我们一起为肖战加油。